我叫小马，是个身高1.9米的女生。由于这个外形，身边人总对我寄予厚望。哎，你和姚明谁高？每次和亲朋好友聚餐，长辈的关心总让我有些为难。这么个大高个，怎么就是这么点呢？但当我努力干饭，你吃这么多，难怪长到1.9米啊！总感觉他们很挑剔。这个鱼我还没吃完呢，这怎么还少？闺蜜总觉得和我在一起很有安全感。我们做这个吧。这让我心里承受了不小的负担。1.9米的自尊让我不得不勇敢。真不错呀。但丹丹，这个是不是好怂啊？我就知道有破绽。从小这样的外形让我收获了不少肯定。这大长腿是快当模特的了，我觉得很有道理。经过我不懈的努力，眼神注意，眼神要有力量，穿高跟鞋下盘一定要稳，终于有了让大家满意的成绩。该摸你听马叔叔一下、每当闺蜜的自尊心受到打击，他是几个意思，我就明白了自己的意义。来，那双耳朵提高警觉，神经细胞。女生在感情上总会有点胜负欲，但突然的来电让我有点措手不及。喂，我就跟他玩玩，你怎么连下线都撞好了？看得出他感情很专一。兄弟，赶紧给我发红包，我要把录音发你媳妇了啊！你问马哥。唉，闹挺。